老师，开始老师，加油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图书馆资源建设部的一名老师，我是在图书馆认识一位新同学的，平时我们也在微信上面交流，这样可以用中文来交流，帮助他中文的不断进步，并且一位新同学这一年中文的进步特别快。谢谢您，加油老师。这棵树又高又大。老师，你对的对一的对一读的时候，你可以说慢一点。啊、OK。这棵树又高又大，他感冒了，咳嗽得很厉害。这个小孩找不到家了，